就立行安官者，一年四季在于春，春天炎炎就是立秧歌安水管，为春耕作和准备。宰羊、收水，都是用那个管子捡水。跟老二去干活有点压迫感，只是有点虚他。看到？嗯。这是爷爷的鱼塘哦。哦。他把里面好多鱼。好多鱼啊！没看到鱼。水放了就看到鱼了，水不放看到鱼。那在悬到边边上。鱼在哪来了？嗯，好的。哎，还打不打？越来越干了，拼去打喽。我把个菜子踩死了哈！来，来！你懒摔了。你给我浇到那个头了噻？是不是你给我浇的？不是。不是你是谁？是空气。空气都是你，你就是空气是吧？不是。你看爷爷发明的那个东西，特别好用啊。嗯。哎呀，他说的，年一过完，春天就到了，春天到了，得要为春耕做准备。也就是说，你爷爷明年还要种地哦。哦。好烦哦。嗯。回来。你们长在枝上，走。老汉儿说：“一年之计在于春。”早上跑去把那个水管子安好，他说马上要开始秧歌完，要春耕了。哦。哦。
压了根嘛。他一天磨起啥事，我一天一天这这里整那里去整，喊他磨整磨整嘛，他过年这几天都耍不住。那你跟他说嘛，我们不敢说嘛。我再说咋了？等于你。我跟他说他，让两个年纪把你那么。这个还是搬到那屋里去，把这这爪子来，把这开个衣柜都不方便。好的，搬到那屋里头。反正你哪里搬的就搬到哪屋里去喽。那我老汉还是用心的哈，把个闲做个闲滚滚。他一天硬是不种会儿地，不耕会儿田，他心里蛮不舒服的。你晓得不得？村里有时候在地那他头要晒谷子喽，晒谷子嘛，再给牵上去，按公车，啊，电公车出。他专门租了个家家的。哦。他一天不租不租不得行。喊他莫租了。喊他不租，他得行不得？耍嘛，打麻将嘛，逛路嘛。说不得他。搭个板凳坐在路边上看美女嘛。看美女。老子说你刚刚把我老子哭的。那个视频在我哪儿看到了？我跟你说，我要这感觉。而剪辑是把那一段剪了哈。拜拜，祝大家生活愉快。看嘛，老年人在乡里面，他就是闲不住，你把他没办法。哎，喊他不住，他要住。过年了，他都去住，你把他住来。